不只想当你的哥哥，我想当你男朋友。你看看，看清楚了吗？干什么呀？你看看我，像不像你说的那个男生？什么像不像的？什么意思？他这是知道了吗？不行，我不能承认。如果我承认了，不就等于告诉他我一直在暗恋他吗？不想。这样啊，唉，嘉许哥，就是你之后不要再跟我说他了。你不是跟我说了吗？他是个渣男，所以我也没有再联系了。现在我没有喜欢的人。哦，你说那个人是中央空调？我什么时候？那天我还说了中央空调。是有一点。你知道中央空调是什么意思吗？嘉许哥，你不知道吗？哦，我就跟你说，多上上网，马上都快有代沟了。那你说说，中央空调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，有一个男生，他身边有很多的女性朋友，他对周围女生都很好，又没有女朋友的男生。你说的这三点，只要符合一点，就算是中央空调了。当然不是，三点都要有。还挺会诬陷人的。什么？刚刚有说话吗？刚刚明明有说话。我帮你拿着。想喝吗？啊，我自己拿就好。你想喝饮料就喝饮料啊，干嘛故意碰我的手？我拿着其实还好，不怕冰啊。你拿不是也会冰？是啊，那你帮我暖暖。不，我们还不太适合。暖一下吧。现在确实不太适合，毕竟也没个名分。名分？
为你准备的。给我的。嗯。还不错。来，先不用换了。你还没去过天台吗？上去看看。啊，差几根啊？一根就好了。要不行，十九根。你现在要认清自己的年龄。嘉许哥，嗯，认清自己的年龄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过生日的时候，这个蜡烛可能都不够买的。天天攻击年龄。这是我和嘉许哥一起过的第一个生日，希望以后还会有很多个。许愿，可以说吗？你想说吗？生日快乐！切蛋糕。嗯。第一刀你来切。好。嗯。来。桑稚十九岁了，尝尝，好不好吃？嗯。不拆开看看？嗯，回去再看吧。那个男孩在追你啊？嗯。看来还挺多人追的样子啊。嗯，那你能不能说说啊？追你得有什么条件啊？这我需要什么条件啊？那你就说说，你有可能喜欢上的人，你会有什么条件？
长得帅，脾气好，还有比我高一个头，还有吗？还有三观正，没了。没了。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条件，我好像都符合。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能追你吗？要怎么形容这一种感觉？看向你的瞬间 ，Is that kind of love that falls from heaven？ 就嘉许哥。你说这个话的意思跟我想的那个意思是一个意思吗？这段话你还能找出第二个意思？可是你不是说我是小朋友，觉得我年纪小？那个不过是个称呼，你要是喜欢，80岁了我也能这么喊。再说了，你天天叫我哥哥，难道你真的把我当亲哥？就是把你当亲哥的。可是我不只想当你的哥哥，我想当你男朋友。经般存在，直到很久以后。Our love is true and this crystal clear。 你说句话呀，你要再不说话我都快喘不上气来了。喘不上气，喘不上气的是我才对吧？嘉许哥，哪有追人之前还要问人能不能追的？我这不得提前跟你说一声，要不然你把我对你的那些好当成长辈的关爱了怎么办？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要不然你就跟我说说嘛，说说看你对我有没有那个意思。没有啊，不过我的意思就是，只有你追了之后我才能知道我对你有没有这个意思。